我哋感謝神嚇，我哋又能夠響主日嘅清晨一齊嚟到敬拜啊！今日好開心啊！我見到阿潘太啊，啊希伯倫團嘅弟兄姊妹越嚟越多，係翻到嚟我哋當中一齊嚟到敬拜。其實咧，隨住疫情嘅改變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係唔知幾時應該做啲咩嘢。 啊，咁、这、呢個都係好好自然嘅一樣嘢，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要睇下啲公佈啊，其他嘢，咁啊翻教會都幾好啊嚇，教會即係有啲咩嘅時候好多時候咧而家有啲 w h 鑊石嚟俾，即時去問究竟應該點嚟到決定，咁但係咧。 當我哋去睇聖經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咧就係佢哋當代咧，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咧，都幾複雜嘅，啊，即係都唔知點問點點算好，因為以前咧都要用信件啊，其他嘅嘢。我哋今日咧特別嚟到睇係《哥林多前書》第七章嘅時候咧，好長啊，第一到第四十節，啊，因為咧誒冇辦法去斬件啊，啊。 今次咧係必定要成章嚟到去睇晒。咁但係咧就誒，因為要成章睇晒，咁啊所以咧只能夠嚟到去簡短嘅你去睇佢裏邊所講嘅係點樣樣啊？咁特別咧就係佢哋先有問題嚟到去問保羅啊，咁保羅就答佢就話，即係你你問我嘅嘢，咁我而家嚟答你啦。咁其實成章嚟到講啲咩嘢咧？啊，成章咧就包括咗好多嘅部分嘅。 啊！呢一部分咧就嚟到講到婚姻上面嘅問題，啊，主要嚟到講婚姻嘅問題。咁所以咧，我開始嘅時候咧，會同大家講咧，就係一啲嘅婚事守則啊，關於婚姻上面嘅嘢。咁其實保羅喺入邊咧講咗好多，兩個信徒嘅婚姻裏邊係點樣樣？當中如果有一個人先信咗耶穌嘅時候會點樣樣？咁有啲人未結婚嘅時候點樣樣咧？咁另外有啲嘅人佢哋可能係離婚，面對喪偶嘅時候，咁又應該跟住點嚟到處理咧？啊！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入邊講好多嘅。 啊，咁就好快脆去去,去講嘅啫。啊，咁裏邊主要嚟到講啲咩嘢咧？佢就嚟到講就係、是、誒、呃，保羅特別提佢哋，為免咗淫亂嘅事咧。 個人咧應該要有自己嘅老公，要有自己嘅老婆啊，咁樣樣先係啱嘅。並且咧要合宜嘅嚟到對待啊佢嘅妻子啊，妻子亦都應該要咁樣樣。咁其實咧講得好似好隱晦咁樣樣，但係實際嚟到講係點樣樣咧？佢講婚姻生活裏邊咧，性嗰個嘅需要咧係應該嘅，係有嘅。而喺個過程裏邊咧，透過婚姻咧係要合理嘅嚟到喺性方面嚟到滿足對方嗰個嘅需要。 然後第五節裏邊嚟到講，佢話唔可以彼此嚟到規附，除咗兩個人嚟到係情願之外，暫時嚟到分房，為嘅係要專心嚟到祈禱，之後仍然要嚟到同房，避免呢撒旦趁住呢個機會嚟到去，即係因為情不自禁嚟到引誘。咁所以呢，喺呢一度嚟到去講嘅時候係點樣樣呢？原來呢，喺婚姻裏邊嘅性生活呢，係能夠去幫助或者去避免咗呢人嚟到去面對一啲性嗰個嘅誘惑。 啊！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見到就係、是、啊，點解會有第三者、其他嘅嘢？其實咧。 係兩個人嘅關係出現咗問題咁、嗯、當然嗱，先講咗先，好多人就話：哇！咁你真係賴對方啊，唔係賴對方啊！但係呢，我哋要需要嚟到去明白咧，呢度當中有佢嗰個嘅原因喺裏邊。所以喺保羅嚟到去講嘅時候呢，就係、是、特別去提醒就係、是：原來正常嘅合理嘅性生活呢，係能夠嚟到去幫助大家嚟到避免咗有婚外嘅性行為。 倘若自己禁即係、就是、第九節，然後話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嘅時候，就可以嫁娶。與其欲火嚟到攻心咧，倒不如嫁娶為妙。啊、嗯、咁，所以呢度咧特別嚟個提醒咧，就係、是、有啲嘅人咧，佢就啊結唔結婚好咧？原來性欲係本身一個需要，透過婚姻咧嚟到讓呢一個咧能夠得到嗰個嘅滿足。咁喺呢度嗱，所以我話講好快啊！一家到尾嘅時候我，我話俾你聽，點解啲嘢會講咁快啊？但唔緊要嘅啊，我我哋咧有個啊。 問另外一樣嘢先，即係隨住即係時代嘅轉變啊，其他嘢咧好多嘅習慣咧都嚟到去改變嘅。咁我哋以前咧就有即係實體嘅聚會，而家就網上嘅聚會啦吓，咁啊，所以網上嘅弟兄姊妹啊，希望盡快見到你實體。咁你兩年幾前咧，大家每一次嚟咧都有嘢揸手嘅係咪？嗱，而家都有嘢揸手，大家揸住手機嘅啫係咪？啊，咁咧我想問咧，有幾多人係冇實體嘅程序俾 b u l l e t 你唔舒服嘅？ 有冇咁嘅人？啊，有都幾多？誒、哎，唔舉起手，唔好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得啦，下一次我哋會印廿零份放喺門口。啊，因為我哋都要講環保。即如果其餘嘅唔需要，唔需要咯，係咪？啊，呢個唔係習慣，係講真正需唔需要。啊，我哋咧下次會印二十份放喺門口。啊，你真係有需要嘅時候自己拎。啊，招待就唔使派㗎啦。 啊，咁所以如果你需要有 bulletin 咧，可以自己嚟到去拎。啊，唔需要嘅時候，因為網上嘅你仍然有 bulletin 嘅嘛，係咪？啊，弟兄姊妹仍然可以見到嘅。啊，我哋按需要嚟到去做呢、这個。啊，同樣地，保羅嚟到去提醒就係啊，原來咧性咧係神造俾人嘅一樣嘅嘢嚟嘅，係正常嘅，唔係一樣羞恥嘅事嚟嘅。 但係呢一個需要呢，係需要有合宜嘅地方嚟到去得到嗰個滿足。而神嚟到去設計嘅時候呢，係人係需要透過喺婚姻裏邊嚟到去得到呢個滿足。啊，咁所以呢，係好正常嘅。喺婚姻裏邊，我哋有愛啊，所以我哋叫呢種嘅性呢，叫做性愛。但係倘若喺婚姻裏邊冇咗呢種嘅愛嘅呢，剩翻嘅呢，就只係性行為。咁所以有好多嘅時候呢，我哋講婚姻以外啊，嗰啲唔係愛嚟嘅。 於是喺婚姻以外所做嘅呢，純粹只係一種嘅性行為，呢、这個唔係神去設計嗰啲嘅嘢。而喺婚姻裏邊呢，我哋係需要有個種嘅愛喺度，而唔係只係有呢一種嘅動作喺裏邊。然而，我哋要嚟到来明白，性欲呢唔係每個人都相同嘅，個個人都唔同嘅。咁於是乎呢喺個處理上面呢，亦都好唔同。啊，有啲人需要，有啲人可能冇咁多嘅需要，甚至可能唔需要都有咁嘅情況喺裏邊。 然而，我哋要嚟到明白，虽然响 f r 喺婚姻裏邊啊，神嚟到去设计嘅时候咧，透过婚姻可以满足我哋性嗰個需要，但系婚姻唔系单为咗满足呢个性嗰個需要而存在。婚姻里边仲有好多其他嘅嘢啊！咁、这、呢个咧系我哋嚟到去了解咧，就系响 FRIEND 里边咧，其中一个元素，特别保罗嚟到去提及嘅。 啊，因為喺後邊嘅時候咧，亦都講到咧，就係呢一個嘅其中一個因素，點嚟到去影響究竟我哋嚟到選擇係咪應該要結婚呢？啊，咁、这、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咁然之後咧，保羅唔單止嚟到提及呢個性慾上面，我哋需要嚟到處理。實在婚姻裏邊咧，有好多嘅問題嚟到面對。喺當代嘅人係點樣樣咧？即、就、係、是、我哋要嚟到明白，保羅猶太人，猶太人咧本身整個的民族咧都係相信上帝嘅。 然而呢，響隨住時代一路去 f 音一路傳去傳開去嘅時候呢，就開始有好多不同嘅民族嘅人、不同原本信仰背景嘅人，佢哋嚟到接受嘅時候呢，有好多不同嗰個嘅做開嘢嘅方式嘅。咁所以嚟到嘅時候呢，就變成當代嘅人，佢哋睇嘅聖經係舊約聖經啊嘛。佢哋所睇嘅舊約聖經呢，就開始會問一個問題、就是，就係嗰啲係寫俾猶太人嘅，咁究竟今日對我哋嚟講？ 係咪適合呢？於是乎呢佢哋就出現好多嘅問題。咁佢哋就嚟對問保羅啦。咁即係而家當我哋去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我哋應該點處理啊？咁保羅就因着佢哋所問嘅時候，就嚟對答佢哋啦。啊，咁咧以下呢，就係、是、保羅繼續嚟去答佢哋啊。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咁究竟嗰個選擇係點樣樣？第三節。 嗱，我唔會全部照讀嘅嚇，咁樣我鼓勵弟兄姊妹，我哋每一次聽到咧，唔係聽完就算嘅嚇，翻去嘅時候咧，我哋繼續自己要需要啲時間去睇翻聖經啊，咁所以咧好快簡單嚟到去講，佢特別嚟到講咧就係丈夫要用合宜嗰個份啊，即係講頭先講緊性生活上邊啊，應該要俾嘅，我哋要嚟到俾佢，因為咧。 應該係咁嘅，妻子呢係冇權柄嚟到主張自己身體，而係在於佢丈夫。丈夫亦都冇呢個嘅權柄嚟到主張自己嘅身體，乃在於佢妻子。夫妻之間唔可以彼此嚟到歸附，除非兩雙嚟到情願暫時分房，為要專心嚟到禱告。之後仍然要同房，免得撒但趁住呢個時候呢係你哋情不自禁，咁就引誘你門。喺呢度咧特別想提出一樣嘢係咩嘢嘢咧？原來婚姻裏邊都要彼此尊重嘅。 啊，好多嘅時候咧，唔係在於自己，而在於對方。啊，唔係自己想點就點啦。婚姻裏邊係兩個人，二人成為一體。對方嘅需要，對方係點樣樣呢？我哋要嚟到尊重。咁於是乎呢，我哋就要嚟到明白呢一樣嘢。咁換句話講，唔能夠即係分房啊，停止啊，呢一啲呢，都唔係隨意自己想咁樣樣就咁樣樣。 喺婚姻裏邊咧，主權在於我哋配偶上邊。我哋有責任嚟到去滿足對方嗰個需要啊！一聽到呢啲咧，我知道好多人跟住就好反感啦嚇，唔係啊嘛？咁你咪即係即係我哋用現代語言啦，我咪變咗一個泄欲嘅工具係咪？我純粹要滿足對方個需要啊！如果你會咁樣樣去問嘅時候咧，我通常咧都會覺得就係、是、啊，你兩個人嘅關係咪出現咗問題咧？因為如果喺當中有愛存在嘅時候，你唔會覺得喺度好似俾人利用嘅。 我哋自己應該都會好享受嘅，因為呢種係一種嘅愛嗰種嘅表現嚟噶嘛，你明白嘛？啊咁所以咧，當我哋去睇呢個問題嘅時候，唔能夠單單即係話呢種嘅行為，因為之前已經講過啦，呢、这個嘅行為如果冇響愛嘅當中，呢個係一個性行為。啊，但係如果有響愛響當中嘅時候呢，整個呢就變成一樣好美嘅事，係神嚟去賜俾一男一女響婚姻裏邊嚟到去享受嘅，係一種嘅愛嗰種嘅表達。 咁所以咧，喺嗰個過程裏邊咧，唔係話哇，咁唔係好唔公平，我淨係為咗對方。我哋要明白，喺呢個背後咧，係有一種嘅愛，喺離別。啊，咁所以當我哋嚟到睇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好小心啦。然之後第十節，啊，保羅繼續嚟又講：，至於已經嫁娶嘅，我吩咐佢哋，其實唔係我吩咐他們，係主嚟吩咐。妻子唔可以離開丈夫，如果離開咗就唔可以再嫁噶啦，仍要同丈夫和好。 丈夫亦都唔可以離妻，唔可以離開妻子。簡單嚟講，唔可以嚟到係離婚。咁但係呢，喺馬太福音呢三章啊五章卅二節，耶穌特別嚟我提，佢話如果唔係因為淫亂嘅緣故呢，就唔可以嚟到休妻嘅。咁所以咧喺裏邊特別嚟我講就係、是、結咗婚嘅唔可以離婚嘅，除咗係因為淫亂係因為呢一樣嘅事，即係意思呢，係有婚外情、有婚外性行為嘅緣故。 受傷害嗰個就可以考慮嚟到去離婚啊！我特別用咗考慮呢個字啊，唔代表你要即時要離婚啊。因為耶穌都講，若不是如果唔係因為呢樣嘢，並唔係話但凡係咁樣樣就需要咁樣樣啊。咁不過今日咧唔係提及呢個嘅議題啊，咁所以咧唔長嚟到去解釋佢係點樣樣啊，簡單嚟去講。我最後會講點解會簡只係簡單嚟到去講，然之後繼續嚟到去講佢。 萬一如果真係離婚咗，即、就、係、是、分開咗，咁點呢？就唔可以再嫁噶啦。但係可以同丈夫嚟到去和好。佢呢一段經文講嘅時候呢，唔係講緊如果對方淫亂嘅時候點樣樣，佢只係講平時啊。咁當代呢，有好多嘅人呢，佢哋就係即係離婚係一個好自然嘅事啊，中意一齊，唔中意咁咪分開咯，係咪？今時今日都係有好多係咁樣樣嘅。咁但係保羅特別有提就係話。 當我哋結婚之後，就唔應該嚟到離婚嘅啦。如果離婚嘅話呢，就唔會再結婚嘅啦。即係嗰個選擇係就係咁樣樣啦。但係即係正如頭先哥補充就係、是，萬一如果係因為對方不忠嘅時候呢，咁受傷嘅嗰個仍然可以選擇啊再婚啊。咁不過呢，再婚嘅時候呢，我哋一般嚟講呢，按照聖經啊，因為你已經信咗啦嘛啊，咁所以你所選擇嘅呢，係應該再婚嘅時候呢，嗰、那個配偶呢，係信咗主嗰、那個。 然之後，跟住嚟又講：，誒，如果我先信對方唔信嘅時候，又點樣樣呢？保羅特別嚟講，佢就話：，如果有唔信嘅，即係丈夫信咗啦，太太未信，太太仍然願意同佢一齊嘅時候，丈夫就唔可以嚟到離開佢啦。同樣地，如果有唔信嘅丈夫，即係太太喺度啦嚇，太太信咗啦，丈夫唔信，但係丈夫仍然願意佢同佢一齊嘅時候，同樣地唔可以嚟到分開。

面對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呢，有不同嘅處理。但係對我哋嚟講呢，其實呢個都好現實嘅，因為信仰嘅不同嘅時候呢，價值觀就不同啦。當價值觀不同嘅時候呢，好多時候就出現問題啦。所以越嚟越多嘅爭拗啊，咁但係要小心喎、哦、啊，唔係話但凡有爭拗就分開啊，唔係咁嘅意思啊，唔係咁嘅意思。但係喺當代嚟講呢，佢開始嘅時候係特別加林多教會啊嘛，外邦嘅地方，佢哋最初係唔信嘅。 然後慢慢有人嚟到信咗耶穌，信嘅時候有先后次序。當佢自己信咗，同未信嘅配偶生活裏邊各方面咧係越嚟越多嘅問題嚟到来出現，係咪就係因為呢啲嘅問題開始越嚟越多嘅分歧就嚟到去分開呢？保羅嚟到話唔係，唔應該單單只係因為信仰嘅不同，因為你先信對方未信你就嚟到去選擇分開，唔應該咁樣樣嘅。然之後。 跟住嚟到去講，佢話：倘若嗰個唔信嘅人要離開嘅時候，就由佢離開啦。喺呢度呢，就好清晰嚟到講啦。我哋信咗主，配偶未信，我哋係唔會離婚嘅。講當代啊，我哋唔會離婚。現代都唔應該咁樣樣。不過如果對方堅持係因為呢樣嘢嘅時候呢，咁啊冇辦法啦，因為對方要走咁保羅特別嚟我提醒呢一樣嘢。咁當然喺背後嘅時候，如果我哋睇前文後理嘅時候呢，我哋要知道唔係性格不合。 啊，唔係生活嘅改變，唔係因為其他嘅嘢，而係因為信仰上面嘅分歧，以致對方要離開嘅時候呢，我哋冇辦法。咁保羅就話容許呢一樣嘢。啊，咁保羅呢，嚟到提醒嘅就係、是、我哋要好小心，後邊會繼續嚟到講啦。係咪就係咁樣樣就哦？O、OK, K，但凡信仰不同，咁要離開就分開呢。」啊，因為後邊呢，會繼續嚟到講，然之後呢。 保羅跟住用咗一段嘅説話，一段嘅經文呢如果我哋去睇第七章嘅時候呢覺得好奇怪嘅，明明講緊婚姻嘅，突然間呢就講國禮，然之後呢就講緊做奴僕上邊，即係係點樣樣咁啊？好快脆去睇一睇呢段嘅經文啊！佢哋就講係咩呢？第十七節一路落去嘅係咁講嘅，只要照住主所吩咐你嘅各人嘅，同埋神所照各人而行。 啊！呢個照住即係話繼續咁解，即係之前係點咧？你係繼續係點樣樣？有人咧已經係受割禮嚟到蒙照嘅時候咧，就不要廢割,割禮，即係做復原手術。啊！咁呢啲都係啲性知識上邊嘅。咁割禮係啲咩咧？就係、是、男性嘅性器官咧，係嚟到做個包皮嘅切割手術。咁咧好奇怪，割咗包皮你點復原咧？啊！咁佢就係去做手術，將佢拉翻長佢。嗱、啊、咁然後去 cover 佢。咁即係其實好辛苦嘅。啊！男性就會知啦。 其實好辛苦咁但係點解佢哋會咁做呢？啊，咁有啲嘅福音家喺呢一個位置裏邊咧，特別嚟到講咧，就是、哦，因為有啲人咧唔想人哋知道佢係猶太教，避免咗一啲迫害，所以佢做呢樣。但係如果咁解法嘅時候咧，喺呢在这個成段經文嘅前文後理咧，就唔係好，即係唔係好啱嗰個嘅邏輯思維嗰個解經裏邊啦。继一陣間翻轉頭繼續講啦 有人未受割禮嘅咧，就唔需要嚟到特別受呢個割禮，因為受唔受割禮咧其實唔緊要嘅。最重要咧係神自己嘅界名。啊！咁其實睇落去咧都好奇怪嘅，因為受割禮都係神嘅界名啊嘛，係咪？啊咁咁即係咁咁即係點啊？即係又受又唔受咁咁即係係係咩意思咧？啊咁啊繼續落去嚇講埋先。 咁然之後咧，就係你國人蒙召嘅時候，即、就、係、是、信耶穌嘅時候咧，那個身份係點樣樣？仍要守住你嘅身份，即係繼續呢一個嘅身份。咁所以如果你係做奴隸嘅咧，咁你信咗之後咧，你仍然係嗰個嘅奴隸身份。啊，喺基督裏邊你有自由。你係自由嘅人咧，你係點樣樣咧？你信咗之後咧，你就係基督嗰個嘅奴隸。誒，咁即係話咧，即係係咪都冇自由咧？係咪？唔係，係唔係都有自由？喺基督裏邊係有自由嘅。點解咧？ 因為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你哋係用重價買翻嚟嘅，啊咁講嘅係啲咩嘢呢？仍然守住呢個身份，呢、这個身份係外在嘅一啲嘅嘢，但係我哋整個嘅生命嘅質素呢已經嚟到改變啦。我哋係重價買翻嚟嘅，所以所睇嘅呢，唔係一個表面上邊嘅嘢。咁究竟呢一個所謂呢個界面係啲咩呢？當我哋嚟到睇翻響創世記十七章嘅時候呢，神又同阿伯拉罕嚟到講呢個國禮嘅時候呢。 系好清晰嘅嚟讲啊，透过呢一样嘢嚟到表达系咩呢？你哋要成为我嘅子民，我要成为你嘅神。所以透过呢个嘅国礼咧，唔系一个嘅行为上边去做咁简单，系一个生命嘅伟新，系一个心意里边嚟到做嘅。所以神嘅界名唔系净系嗰个条文里边啊，神嗰个吩咐背后系有嗰个嘅意思喺里边嘅。咁而 刚才嚟到讲啦，啊，点解又受割礼嘅人一间受咗割礼之后，又要去还原佢呢？啊，咁当我嚟到睇前文后理嘅时候呢，我觉得系比较合理嘅意思系应该系点样样呢？喺当时呢，好多嘅人呢部分系一啲嘅犹太人，佢哋呢嚟到受咗割礼系由细到大嘅，咁但系后来信咗耶稣啊嘛，信咗耶稣嘅时候呢就知道啊，原来唔使嘅，咁唔使咁点算啊？ 喂，我受咗割禮喎，猶太教要我受割禮喎，而家信咗耶穌唔使喎，原來呢啲嘢可以唔使做嘅，咁就開始要做翻呢啲嘅嘢咯。啊，因為唔使啊嘛，係咪？咁啊要矯正翻佢咯，唔好做一啲錯嘅嘢。啊，我就覺得咧咁樣樣去睇嘅時候咧，就合理一啲，因為響我哋有信耶穌嘅時候，信耶穌係應該做呢啲嘢嘅，咁所以就要開始嚟到要改變一啲嘢啦。 咁但係當我哋嚟去睇去明嘅時候呢，就係、是、喺國禮上面，初期教會佢哋都有講嘅。啊，原來有好多嘢呢、就是，就係啊猶太人我哋已經做咗嘅呢，咁我哋做咗就就繼續啦嚇。咁但係呢，其餘外邦嘅信徒就唔需要做呢啲嘢噶啦，就唔需要再做呢啲嘅某一啲嘅儀式上邊嘅嘢啊。咁所以呢，即係話喺嗰個宗教上面呢，係有一啲不同嘅制度嘅一啲嘅嘢嘅存在。然而個重點係邊度呢？ 我哋同神嗰個嘅關係，嗱呢一個呢，即係重點嗰個所在。於是乎呢，就係講嘅係咩嘢呢？我哋去睇嘅時候，甚至乎我哋今日喺敬拜裏邊好多嘢呢，好多人就話唔係啊！敬拜應該要有呢啲，敬拜應該有嗰啲，敬拜可以有呢啲，敬拜可以有另外一啲嘅。我哋就要問啦，我哋點解要做嗰啲嘅嘢？於是唔係淨係話做一啲咩嘢，唔做一啲咩嘢。 我哋要深深嘅用一啲嘅时间去理解我哋点解做一啲唔做一啲讲落去呢就好复杂噶啦，系咪啊？系好复杂嘅，系好复杂嘅。继续去講，係應該会翻转头去讲咁复杂嘅嘢点算咧嚇？應該会继续嚟我讲嘅。咁头先讲紧呢，就系嗰啲结咗婚嘅人，无论系两个系信徒或者其中一个信咗主系点样样咁如果独身嘅， 即係面對獨身嘅時候，又點樣樣呢？咁保羅都有繼續嚟我講嘅。佢特別提咗一樣嘢，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好似我一樣，只係各人喺神裏邊所領受嘅恩賜不同。原來獨身係一種嘅恩賜嚟嘅，神所俾嘅。獨身本身係一種嘅恩賜嚟嘅。咁咧，好多人呢，即係特別我哋傳統嘅嘅人呢，就係、是、唔結婚呢係唔正常嘅。 係咪成日咁講嘅？特別做父母嘅，哎呀，一定要幫佢，一定要幫佢。嚟到今時今日咧，已經開始嚟到改變啦。啊，好多時候嚟到改變。但係今時今日嗰個改變咧，我哋有陣時去睇獨身係係點解會獨身咧？我哋有冇諗過原來獨身係神俾我哋嘅咧？係一種係恩賜嚟嘅喎，係一種恩賜嚟嘅喎。但係除咗係恩賜之外，仲係點咧？保羅話特別嚟到係不斷嘅，嚟又重複嚟到講就係啊，其欲。 即係禁止唔住啊，就可以嚟到嫁娶。與其嚟到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為妙。按住嗰個需要嚟到選擇婚姻，按住個需要避免自己嚟到犯罪，婚姻係其中一個選擇。所以婚姻本身，即係意思就係獨身，究竟係獨身定嚟到結婚，本身係一種可以嚟到選擇。然之後第二十六節嚟到繼續嚟到講，佢話。 因為現今嘅艱難，即係面對嘅生活係係好困難嘅啊！據保羅嚟我睇，人如果能夠係守素安常，即係維持現狀就好啦。你哋如果有太太嘅，就會受佢嚟個纏住啦，就唔好嚟到要求擺脱啦。如果冇嘅時候咧，就唔好要,要求有啦。咁所以咧就係結咗婚嘅就維持結婚啦。啊，雖然老婆好法即係佢保羅講嘅嚇，雖然係好煩啊，但係要維持嘅。但係如果冇嘅時候咧，就唔好攞嚟煩啦。保羅講嘅嚇。 結婚係一種嘅選擇，調翻轉啊！大家要記住啊。即係呢個係調翻轉啊，老公都可以好煩嘅啊，所以唔係淨係講老婆上邊嚇，所以都睇得開心啦。聽我咁講啊，一樣可以係咁樣嘅，但係佢哋度講係呢一種係一種嘅選擇，係有得嚟對選擇嘅。然之後咧，第三十六節繼續嚟到講，如果有人以代佢嘅女兒，其實呢個喺個翻譯上邊嘅啊。 咁如果講女兒，你一路睇下邊嘅時候咧，那個好奇怪。咁其實咧，呢、这個有另外一個翻譯係講未婚妻。嗱，呢個係講未婚妻。啊，如果你睇英文版嘅聖經嘅時候咧，佢就會翻譯係未婚妻嘅。但係如果你用中文版嘅時候咧，好多翻譯咧就係用女兒嘅。啊，用未婚妻咧係相對地咧比較合宜一啲嘅。啊，如果係有未婚妻嘅時候，你覺得就係誒對方已經年紀大啦。啊，對方已經年紀大，到咗適婚嘅年齡啦。咁 即係誒，你覺得哦咁就應該去結婚啦，啊咁咁咪去結婚咯，啊冇問題㗎。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就係可以由你自己作主嘅，你亦都覺得唔一定需要係咁嘅。咁你覺得唔需要結婚，咁咪唔結婚咯。啊咁，所以喺呢個裏邊嚟到去講係咩嘢呢？就係、是、雖然有婚約，但係結唔結婚呢都仲可以嚟到選擇嘅。咁當然呢、这個選擇嘅時候呢，就唔係淨係你自己一個啊？係咪啊？咁咧對方係點樣樣呢？啊咁呢個都係需要嚟到考慮嘅一件事嚟嘅。 咁所以咧嚟到去講嘅時候咧，講咩咧？就係、是、原來婚姻除咗係神誒獨、呃、身除咗一種嘅恩賜之外咧，保羅嚟到講獨身本身響婚姻兩者之間咧，都可以係一個嚟到选選擇嘅。然之後佢話丈夫仍然係活着嘅時候，咁就係受呢個婚約嚟到去有嗰個嘅盟約喺裏面。 嚟到去即係大家要受呢個約啦，係咪？因為呢個係你嘅盟誓啊嘛。但係倘若丈夫離世嘅時候，妻子就得咗一個自由啦。佢可以隨意嘅嚟代再婚，不過佢嘅對象呢，係需要喺住裏邊。同樣地，即係話呢，仲有妻子啊，丈夫都一樣啦，係咪？如果喪偶之後都可以再娶，但係點解冇咁講呢？因為當代嘅時候呢，仍然呢係當代嚇有部分呢，仍然可以係多過一個嘅老婆嘅。 啊咁所以咧佢就唔會特別去講啊，如果喪妻係點樣樣，因為老婆再生嘅時候，佢可能啊仍然會係多一個一個老婆，所以佢保羅特別喺嗰度冇講啊。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唔係咁樣，係咪？啊咁，所以個原則上邊咧就係、是、喪偶之後可以選擇是否嚟到去再婚啊。不過喺選擇嘅過程裏邊咧，如果係選擇再婚嘅話咧，對方咧係需要嚟到係信咗耶穌嘅。咁、啊、然之後咧，誒、呃，但係保羅就嚟到講啦。 對我嚟講呢，就係如果能夠守節，即係話維持，即係喪偶之後啊，守節維持繼續係獨身呢，係更加係好嘅。咁所以呢，喪偶之後唔一定需要嚟到再分啊，可以繼續呢，係做翻呢一個嘅獨身喺裏邊。 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快噶啦嗱，講咗咁多成章講完噶啦，已經啊，關於保羅嗰個嘅介紹裏邊就好簡單噶啦，因為重點就喺呢一扎嘢嘅啫，係咪啊？裏邊嚟講係咩咧？婚姻裏邊要彼此嚟到尊重對方嘅需要，唔可以隨意嘅嚟到分開，即係分房啊嗰啲嘅分法，或者係離婚。 對方不忠咧，先至會嚟到考慮，嚟到選擇離婚。離婚之後唔可以嚟代再婚，除非係對方不忠，係對方嚇、啊。然之後咧就唔能夠因為信仰唔同咧而嚟代離婚。但係如果唔信嘅人堅持要因為信仰嘅緣故咧，咁我哋冇辦法啦。獨身咧本身係一種嘅恩賜。 啊，獨身亦都係一種嘅選擇。喪偶之後咧，可以嚟到去與信徒嚟有再去分；喪偶之後咧，亦都可以選擇維持獨身。啊，咁我點解話講咁快咧？因為我喺度諗啊，即係我我咁諗啫嚇。啊，正常嘅婚姻啊，你唔會考慮呢度任何嘢嘅，係咪？婚姻愉快，你唔會考慮呢啲嘢㗎。啊，咁如果你係獨身嘅，你想拍拖嘅。 啊，咁你就會好努力，你有祈禱，咁啊，你會等候神嘅帶領啦，嘛係咪？啊，如果你已經係選擇獨身嘅，咁就已經係獨身啦，嘛係咪？咁所以呢度所講嘅所有嘅原則呢，原則上呢，大部分嘅信徒呢，對我哋嚟講，我哋都唔會特別去理會佢噶。可唔可以有個咁嘅假設啊？啊，我哋通常都係咁噶嘛，我哋只係少數嘅人。 係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哋先至會問噶嘛。我哋大多數嘅人已經係解決咗，或者已經係選擇咗噶啦嘛。咁於是乎咧，一呢一集嘅守則咧，係遇到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先至需要嚟到特別嚟到處理嘅。啊，到時先至會問嘅。即使我今日講完咧，到你遇到嘅時候咧，你都會由頭再問一次噶啦。啊，因為通常我哋唔記得嘅。啊，就係、是、咁樣樣，因為唔關自己事嘅時候就就唔記得噶啦嘛。咁我就嚟到諗一樣嘢啦，即係。

咁就開始會好亂啦！啊，咁呢個呢，就正正呢，就係、是、哥林多教會面對好多嘅問題就咁啦。其實呢，好多嘢呢，就係、是、人哋嘅問題，佢哋呢，就嚟到係議論紛紛。咁係咪即係話哦？咁即係唔好議論呢？又唔得喎！啊，又唔得喎！啊，點解唔得呢？就係、是、我哋我哋要明白呢，就係、是、教會係一家噶嘛。咁所以呢，係應該別人嘅嘢係一家人嘅嘢。 都需要嚟到處理噶嘛？但呢個處理嘅時候呢，咁我哋就要嚟到明白啦。啊，原來嗰個守則呢，唔係淨係結婚嘅婚事嗰啲嘅守則，原來咧去處理時去分別事情嘅時候呢，有另外一啲嘅守則要嚟到留意嘅。於是乎呢，我就同大家嚟到去睇另一樣嘅婚事守則，就係、是、話啊，究竟我哋去睇事嘅時候點樣？我哋從呢四十字嘅經文裏邊關我哋事嘅，唔係淨係攞嚟議論紛紛嘅。 保羅喺個過程裏邊呢，係有一啲嘅觀念呢。佢嚟到去介紹關於婚姻或者係獨身嘅時候呢，佢處理嘅時候呢，佢考慮咗一啲嘅嘢。我哋去睇嘅時候呢，唔好淨係睇佢乜嘢叫得，乜嘢叫唔得。究竟得唔得呢啲嘅嘢？保羅係點樣樣嚟嘅呢？而到當我哋嚟到去明白呢一啲嘅處理嘅原則嘅時候呢，咁日後我哋面對好多不同類型嘅嘢嘅時候呢，或許呢啲嘅原則呢。 就可以幫我哋去處理一啲嘅嘢咧，可以更加好嗰樣嘢。但系要嚟到去分辨呢啲事情嘅時候咧，首先咧我哋要留意翻啊，哥林多教會佢哋自己嘅情況。咁、嗯、其實咧，我哋一路咧，特別即係我同阿張牧師一路嚟到講嘅時候咧，都重複咗幾次。啊，我唔知大家有冇特別嚟到去留意。第一咧就係、是、喺第一章第五節咧，特別講呢班人好叻嘅，知識傳遞，識好多嘢嘅，知識上邊係好叻嘅。 但系佢哋缺少咗智慧，嗱，佢哋有熟世嘅智慧，却系冇熟灵嘅智慧，所以知識嘅滿滿，好多嘢呢即係按佢哋當代自己諗嘅方式嚟到去解釋，卻係冇熟靈嘅智慧。究竟神嚟到講呢啲説話嘅時候，係一啲乜嘢嘅意思呢？用咗好多唔同嘅背景、唔同嘅文化，佢哋自己嘅經歷嚟到處理好多嘅嘢。 然之後係點樣樣呢？當我哋即係暫時未講住啦。不如如果你睇過嗰唔多即係前書嘅時候咧，去到後邊呢，就會好清楚呢，就係誒佢哋嘅愛心係好缺乏嘅。啊，於是呢，我哋就會見到個問題出現啦。滿有恩賜，滿有知識，但係有恩賜有才干，缺乏嘅係啲咩嘢呢？冇咗呢個嘅愛心喺裏邊。有關係，有關係。 卻係冇愛心，所以好叻啊！做好多嘢，好叻嘅，好出色嘅，但係只係喺嗰度做，表現自己。問題就開始出現啦。有知識，缺乏呢個智慧，有恩賜才幹，有關係做拍檔，卻係愛心不足。引致嘅問題係點樣樣呢？就係、是、嚴重嘅問題，佢唔去處理。嗱，咁我哋之前講咗收咗繼母，好嚴重啦，係咪？咁豐富嘅知識，點解唔處理嘅？ 啊！即係你你記得嗰三個冇三個唔啦，係咪啊？唔記得翻去再睇過啦。然之後呢，就係、是、自己吃虧呢上一次張牧師講啦，自己吃虧嘅時候呢，就嚴重嘅嚟到處理啊！出去響教會以外用法律嚟到去處理佢啊，唔用教會裏邊弟兄姊妹聖經裏邊去教嘅方式。自己蝕底呢，就嚴重嘅處理啊，都唔合比例嘅啲處理方法。嚴重嘅就唔處理啊，到。 整親我嘅時候呢，就要非常嚴重嚟到處理啦。啊，就係咁樣樣。咁然之後呢，其他嘅嘢呢，就議論紛紛，包括啲咩呢？啊，我哋陸續有來啊。今日嚟到講婚事啊，之後呢，嚟到講啊，拜個偶像嘅食物食唔食得啊？即係嗰度唔多嗰個地方有好多其他嘅宗教喺度噶嘛。向街市裏邊買嘅嘢隨時係拜個偶像食唔食得啊？咁。 人嘅自由可以去到邊度啊？恩賜嘅配合究竟係點樣樣？有冇叻啲唔叻啲啊？聚會嘅時候嗰啲次序啊，究竟各方面係點樣樣？好多喺嗰個信仰生活裏邊嘅嘢就議論紛紛，有原因㗎，有原因㗎，因為哥林多教會嘅人知識豐富，恩賜才干滿滿，關係密切，卻係冇乜智慧。 熟靈上面嘅智慧冇乜愛心，於是就引致好多嘅問題，包括佢哋問分事呢一樣嘢，去問去問去問。當我哋嚟到去分辨好多事嘅時候呢，或許呢，我哋都要提提自己，究竟今日我哋所掌握嘅係啲乜嘢嘢呢？係咪純粹只係得一啲嘅知識喺裏邊呢？定還是我哋有冇多求一啲熟靈裏邊嘅智慧呢？只係知識。 定還是我哋能夠更多求一啲嘅智慧呢？呢、这個點解咁重要呢？因為當我哋嚟到睇嘅時候呢，即係從猶太人啦，或者即係對到哥林多教會嘅時候咧，佢哋睇好多嘅時候呢，好多時候呢都會以偏概全嘅，即係睇咗一段仔一少少嘅時候呢，就覺得係咁樣樣啦。 啊！咁其實咧，聖經裏邊咧好多嘅地方咧，就係、是、誒你唔係淨係睇一個嘅地方嘅。我哋要成本聖經睇嘅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唔能夠只係單睇一節嘅經文咧，就話啊聖經呢度係咁講喎，啊聖經呢度係咁樣講、啊。但係你唔係淨係睇過一節嘅，有好多嘅地方咧，我哋都要嚟到睇嘅。咁所以咧，當我哋去睇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好想只係問保羅對與錯，乜嘢係得，乜嘢唔得，係咪啊？所有人嚟問牧師都係咁問嘅，問組長咧，你要淨係話俾我聽，我做唔做得就得㗎啦。 咁如果我話俾你聽又得又唔得嘅時候，你會點呢？咁啊，在於你想點咯，係咪？啊，如果你想有自由嘅話，咁你就聽到感講，啊得唔得你決定啦，咁你就好開心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唔知點算好嘅時候，你就係想知，哎呀，你就話俾我聽啦。咁你就最好你話俾我聽，得定唔得，就算唔得呢我唔想呢，我都會照做噶啦，因為好清晰，係咪啊？我哋好常係咁樣樣嘅，但係一面對選擇嘅時候呢，我哋就好痛苦啦。 啊！但系我成日聽啲人講咧，我就覺得係啊，真係好痛苦嘅。一係咧就話：哎呀，神冇俾我有自由；一間咧就：哎呀，神俾我咁多自由，又唔清晰去話俾我聽，究竟得同唔得？咁咁你想點啊？你究竟想點啊？你究竟想聖經即係話俾我聽，所有嘢係一二三四五，定還是俾我哋有選擇咧？ 我話俾你聽，聖經裏邊好多嘢係俾我哋有嗰個好清晰嘅方向，但係喺呢個方向裏邊係仍然有選擇嘅地方。咁你可能話：哇，好困擾，係啊，會困擾嘅。因為點解咧？啊，我見到呢兩節嘅經文咧，同今日呢段經文冇關嘅。啊，但係我見到呢兩節經文嘅時候咧，我每一次讀嘅時候咧，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咧，真係好困擾喎！喺箴言。 誒廿六章第四第五節，佢話：不要照愚昧人嗰個嘅漁網話嚟到回答佢，恐怕你同佢一樣。然後話要照愚昧人嘅漁網話嚟到回答佢，免得佢自以為有智慧。請問你即时答是答定唔答呢？啊，我諗起中國人呢係咁咁樣講嘅，係講君子同報仇嘅關係。君子係點樣呢？」 系不念舊仇嘅，又或者不念舊惡，系咪？但係有仇不報又非君子喎、哦。咁究竟報仇定唔報仇係係係君子啊？嗱，我就話俾你聽咧，好似同呢段説話一樣，完全係唔同嘅嘢嚟嘅。啊，中國人咧係有仇不報非君子，或者今君子不念舊舊仇咧，係你中意幾時用嗰句咧，就係、是、你外嚟講嘅啫。所以係為自己而用嘅。 不呢段嘅英文咧，唔係為自己嚟有用嘅，佢裏邊係有背後嘅意思嘅。啊，所以咧唔係隨我哋己意嚟到認識，佢背後嘅意思嘅。不今日唔話俾你聽係咩意思。啊，有興趣嘅時候咧，你自己去用呢個時間嚟到睇，裏邊講嘅係啲咩嘢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只係睇條文，只係睇條文。聖經講啲咩嘢？但係我哋唔會問聖經點解講嗰啲嘢，心意係點樣樣。 我最近呢，有一個慘痛嘅經歷，不過其實好多人都可能會經驗過嘅。咁啊，同老婆傾開偈，傾開偈嘅時候咧，突然間老婆停咗喺度，佢就嚟話：我唔再繼續同你講啦。咁咁我話點解啊？佢、哎、話再講咧，你就會離晒大普噶啦。咁咁咧，我用咗兩個星期嚟去諗下啊，點解再講嘅時候會離晒大普咧？即係諗唔都諗唔明。咁直接咧預備呢篇講章嘅時候咧，啊突然間就明咗啦。咁、啊、所以咧題外話咧就係、是：弟兄姊妹啊，主動啲去侍奉神咧，有額外嘅 bonus 嘅。 啊！我哋侍奉神嘅時候咧，神會賜福俾我哋。嗱，我預備嘅時候咧，我突然間明白一件事啊！啊，特別睇見呢一件嘢嘅時候咧，我突然間咧醒起咗一件事啊！嗰件事係點樣樣咧？我哋絕大多數嘅人去表達嘅時候咧，我哋只係簡單講幾句説話啫。嗰幾句咧就係基本嘅原因同埋最後嘅決定。你諗下你自己表達嘅就係咪？但係你考慮嘅嘢咧，你唔會全部講晒嘅，因為聽嘅人得得、哎、你唔使講咁多啦。 係咪？你會覺得佢好煩嘅嘛？係咪？講咁詳細點咩？你話俾我聽，主要原因，然之後呢，你嘅決定係點啊？就係咁嘅嘛，係咪？我哋通常表達嘅人就係咁嘅，聽嘅人係點樣我聽到啲咩呢？就我聽到十足嘅啦。你講過呢樣嘢，所以就係咁樣樣，係咪啊？大家係咪咁樣樣嘅？啊，我哋通常都係咁啦，係咪？表達嘅人講兩成，有八成未講嘅，聽嘅人呢，聽到就覺得自己聽到十足啦。咁你聽落去你都明啦，係咪？講兩成就覺得自己掌握十足。 溝通咪出現好多問題，因為我哋係按字面、按聽到嘅嚟對解釋，我哋好少用多啲嘅時間去問下究竟仲有幾多嘢係未講嘅。啊，呢、這個呢，正正就係好多時候我哋睇聖經遇到嘅問題，又或者各種嘅態度就係寫咗啲咩嘢就係嗰啲噶啦嘛，係咪？寫咗就係咁啦。啊，咁如果你睇猶太人嘅時候咧，耶穌就經常會做一事樣嘢係咁答嘅，經常記着説，但我告訴你們咩意思啊？ 你哋咧就成日按條文去睇，但係唔可以淨係睇條文噶嘛？你明白嗰意思嘛？啱啱先講完，保羅都講啦，其實受唔受割禮唔係嗰重點，重點響嗰個界名。咁如果你就咁睇，喂，割禮就係已經係界名啦嘛？咁咪冇用時間去睇咯，要要多啲嘅時間噶嘛？ 嗱，咁所以当我哋嚟到分事嘅时候呢，即系话去分辨呢件事嘅时候，唔单止唔能够以偏概全，成本性经去睇啊，并且要用时间嚟到思考嘅。保罗特别嚟去睇，你明白神嘅心意嘛？究竟个界面讲紧啲乜嘢嘢啊？唔系净系睇嗰个条文，嗰、那个动作喺度做紧啲咩嘢？睇事情嘅时候，去做决定嘅时候，究竟神嘅心意响边度呢？ 就住神嘅心意嘅時候咧，保羅係響每一種嘅關係咧，都講出呢啲嘢嘅，都帶出一啲嘢出嚟嘅。特別咁講咧，喺婚姻生活裏邊，除非係為咗祈禱，避免咗魔鬼引誘，先暫時嚟到分開，然之後繼續嚟到去講就係、是、神嚟到係透過婚姻裏邊咧係點樣樣咧，讓家庭嚟到去成為聖潔。 因為神設計嘅係盼望大家喺家庭裏邊能夠嚟到和睦。你點知你嘅配偶未信嘅時候，你唔能夠透過，因為你先信，你又讓對方嚟到去得救呢。嗱，我呢啲全部係跳㗎，咁所以咧你要翻去自己要用時間，因為要用時間嚟到去思考。喺裏邊特別嚟講啲咩呢？喺兩個都係信徒裏邊，禱告生活、帶進婚姻裏邊，佢哋問緊結婚、離婚啊。但係保羅嚟到講緊熟練嘅嘢。 佢可唔可以離婚啊？保羅嚟到去講家庭裏邊，你點知你信咗就唔可以令你屋企嚟到成為聖潔咧？你點知你唔可以令你嘅配偶嚟到信嘅？我而家講緊要離婚啊！唔係，我而家講緊就係當你做呢個決定嘅時候，你有冇考慮過你帶俾你屋企嗰種嘅福氣啊？當啲人嚟到去講緊嘅時候就说，就係話即係啱啱呢段講咗啦，可唔可以離婚？ 保罗就嚟到讲神嗰个心意系点样样，然之后就系话：哎呀，究竟独身好定唔独身好？保罗就话呢、这个系恩赐嚟嘅。有冇谂过神喺你生命里边俾个恩赐你爱嚟做啲咩咧？神嘅心意系点样样呢？神嘅心意，保罗继续嚟到讲啊！独身唔系要得自由，哎呀，中意可以随时去呢度玩，唔需要顾虑咁多嘢，自己钱自己赚自己使，几好啊，几开心啊！ 唔係講呢樣嘢。保羅特別嚟講，係為咗多啲時間自由一啲，可以更好嘅嚟對服侍神。因此係愛嚟服侍，係愛嚟侍奉神，愛嚟造益其他人。因此唔係讓自己自由可以做其他嘢。所以當我哋去選擇嚟對獨身嘅時候，有冇考慮其中一樣嘢？就係、是、當我哋選擇獨身嘅時候，我哋係為咗嚟對侍奉神。又或者你可能覺得好無奈地，我要獨身。 但係有冇考慮過？其實呢個係神所俾嘅恩賜，為着讓我哋更好嘅嚟到服侍神呢？啊、嗯、咁，所以當佢哋嚟到去諗呢個議題嘅時候呢保羅就係話有屬靈嘅意思喺裏邊嘅，唔能夠單睇只係個需要。然之後喪偶嘅時候，又將嚟又講佢哋問可唔可以再分，係可以再分，但係信仰喺裏邊要選擇翻信主嘅人。所以當我哋嚟到去睇嘅時候呢。 就係對哥林多教會嘅人，佢哋要處理啲嘢啱與唔啱，淨係處理嗰啲事。但係對保羅嚟講，就係、是、處理啲事呢，唔係淨係對與錯嗰層面，做得定唔做得。我哋有冇考慮到屬靈嘅層面呢？去決定一啲嘅事嚟到去分辨嘅時候，屬靈嘅層面係點樣樣呢？神自己嘅心意係點樣樣呢？唔係淨係去睇一啲嘅條文，我哋要明白神自己嗰個嘅心意。呢、这個樣分辨事情嘅時候呢。 我哋需要有嘅一啲嘅嘢，并且保罗嚟到一路去讲嘅时候呢佢好得意嘅，用咗一啲嘅字眼係咁嘅。我讲呢啲呢，系准你哋嘅，唔系命令你哋嘅，啊，即系唔系绝对嘅噃。佢嚟到讲系咁样嘅，因为呢有啲人系咁样，有啲人系另外嘅。啊，咁我嚟到讲呢啲呢，系为咗你哋嘅益处嘅，唔系要嚟到老籠你哋嘅。我系希望你哋呢做呢啲嘢呢，系嚟到系合意嘅，你就做到呢啲嘢。 呢個好清晰嚟我講呢，就係、是、原來保羅嚟到去幫佢哋嘅時候呢，唔係一種嘅絕對嘅，因為神帶領每個人都有不同嘅。啊，你可能越聽越亂啦，一陣間繼續翻轉頭講。然之後呢，繼續嚟到講佢就話，誒、呃，保羅講噶，佢話，我對其他人講唔係唔係主講嘅。啊，我嚟到講呢啲嘢呢，唔係主嘅命令嘅，我只係講自己嘅意思嘅啫。四下節，我按我自己嘅意思。哇，睇完之後呢，我就说哇，喺、哎、大件事啦。 原來咧，保羅自己諗嘅就，誒唔係，但感謝主，成章聖經去到最尾嗰句咧就係、是，我相信我自己咧係被神嚟到感動去講呢啲嘢。意思係咩嘢咧？就係、是、響當代，嗱先聽一句，響當代，響嗰個時候咧，佢哋有嘅舊育聖經，所以保羅當時俾佢哋咧係一個私人嘅信件。 保罗嘅咧唔系圣经嘅，今时今日对我哋嚟讲，呢个系圣经里边讲嘅嘢，所以咧而家我哋睇呢啲咧，我哋通常唔睇呢一集字噶啦，我哋一睇咧就系乜嘢得，乜嘢唔得，我哋咁睇嘅系咪？啊咁，但系原本嘅时候，喺当代嘅时候咧，保罗系分享紧佢自己嘅嘢，分享紧佢自己嘅嘢，对我哋嚟讲系咩嘢呢？点解佢哋会问保罗？因为保罗系一个属灵嘅领袖，佢分享嘅系啲属灵嘅智慧。 我哋喺面對生活嘅時候，我哋睇聖經各方面，我哋有冇嚟到多聆聽熟靈人所分享嘅説話呢？往往喺當中係有神嘅帶領，我嚟到話我分享嘅時候係神帶領我嚟到講呢啲嘅。同樣哋今時今日我哋睇嘅係有新嘅聖經有舊嘅聖經，但係除咗新嘅聖經舊嘅聖經，我哋有冇嚟到多同弟兄姊妹嚟到分享，一齊嚟到去揾神自己個心意呢。 喺婚事嘅守則裏邊，我哋要明白，除咗婚姻啊獨身有一啲嘅守則之外，其實關我哋今時今日弟兄姊妹乜嘢事呢？我哋必須要嚟到明白就係、是，原來我哋日常生活作為基督徒嘅時候呢，我哋睇聖經唔好淨係睇一個小部分，就覺得自己睇晒所有嘅嘢。我哋已要將成本嘅聖經嚟去睇。你睇完成本聖經未啊？疫情過咗兩年啦，多咗好多時間，有冇把握呢個機會呢？ 咁嚟紧日子，仍然有时间噶嘛？唔好俾自己有藉口啦！好好嘅嚟到睇圣经，我哋要掌握成本圣经里边嘅嘢，并且呢个掌握唔系净系睇字面上边，用时间嚟到去默想，唔系净系嗰意思咁简单。神点解会讲呢啲嘢呢？神自己嗰个心意究竟系点样样呢？并且喺个过程里边，我哋要嚟到去寻求神俾嘅智慧。 嗰啲喺祷告里边求神嚟到，让我哋明白佢嗰个意思，唔系随自己嘅意思嚟到去做，而系随神自己嘅意思，而且我哋能够荣神益人。今日我哋又点样样呢？好快讲应用啊！我哋点样提升自己嘅情理嗰个能力呢？啊，好多人呢，就只系即系去按住理性嚟到去分辨，圣经讲啱与唔啱。 有啲人咧就純粹按住情感，就係、是、多聆聽，咁然後多俾安慰。但係保羅嚟到去講，佢將真理嚟到講咗，然之後嚟到去幫助佢哋嚟到去明白神嘅心意，去嚟到去鼓勵佢哋選擇一個最有益處嘅。我哋又點樣樣嚟到去幫助自己有咁嘅能力？當我哋嚟到去鼓勵身邊嘅人嘅時候，點樣樣你既有真理，又嚟到去幫助佢明白自己嘅需要？

佢哋喺當代嘅時候面對好多嘅挑戰，佢哋唔知點做。但係你讓佢哋有保羅，有好多其他蘇聯嘅領袖嚟到幫助佢哋，你更加嚟到去恩待我哋。我哋今日能夠有聖經，有好多嘅工具，昔然佢哋好難嚟到係睇到聖經，但係我哋今日隨時可以見到。所以你嘅心意能夠讓我哋更加容易嘅嚟到去明白，求天父幫助我哋。我哋唔好因為呢一種嘅容易。 有陣時我哋就嚟到忽略，我哋就嚟到去放埋一邊。求天父叫我哋嚟到珍惜，我哋嚟到去把握，我哋用更多嘅時間嚟到去明白你自己嗰個嘅説話，明白你嘅心意。而就當我哋面對生活、面對呢個世界、面對好多嘅引誘、好多嘅挑戰嘅時候，我哋唔單止嚟到去處理呢啲嘅問題。 我哋更加求嘅系我哋能够明白神理者嘅心意，而且响呢度环境里边，我哋嘅选择能够荣神益人。我哋求天父嚟到帮助，以至我哋能够响里边有更好嘅成长。 我哋更加嚟到，多謝天父，俾我哋有弟兄姊妹，要就我哋能夠嚟到同行，響同行裏面互相嘅嚟到幫助，而就當我哋有唔理解嘅地方，有唔明白，甚至可能有亂嘅時候，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佢哋唔係嚟到議論我哋所做嘅，佢哋乃係與我哋兩到同行，嚟到俾我哋有鼓勵、有扶持，並且有嗰個教導，要就我哋能夠翻返到主自己帶領嘅路嘅裏面，讓我哋能夠繼續走成成嘅路。

咁咧就誒，喺、呃、五月底嘅時候咧，會有大會咧，大家係選咗係有一啲嘅 board member 喺度，即係我哋嘅董事會。咁啊，好快脆嚟，我介紹啦啊。咁啊，有部分喺我哋當中嘅。咁啊，講嘅時候咧，就可以起得起身啦。雖然戴咗口罩啊，但係都大約可以認到嘅。啊，咁我哋嘅主席咧就係開順啊，黃開順弟兄。咁咧誒，我哋嘅誒開順咧本身亦都係英文堂嗰個事工會嘅副主席。